話喺《書與精魂》時間10:08，20234/3，《蘋果日報》咧咪話，即係雖然林鄭佢話按保安局嗰個機制處理，佢只不過係將嗰啲薪金俾翻嗰啲員工。你知啊，蘋果呢個咩新聞報導咧？星期一係最後一日報嘅。咁可以話星期五之後，永遠都睇唔到蘋果報，又或者 online 裏面睇唔到嗰啲蘋果動新聞或者嗰啲蘋果報啦。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停止更新。我記得2016年6/23嘅都係呢個中呢、這個方 two 嘅專題練習。2017年嗰日開始放假，因為 last day 已經完咗啊，中三嘅。一八年嗰陣成唔記得22、23佢可以半到嗰度。但係唔記得講咧，2019年6/20嘅時候，咪趁住 G20 峰會，跟住咪有一堆人就包圍警察總部，包圍到凌晨3:00多，警方先出動。因為好簡單，警總所有出入口已經俾人堵塞咗。到凌晨3:00多嗰陣時，警方喺一個出口終於都打破咗嗰啲障礙物出咗嚟。咁警總周圍，包括那些道路電視啊，全部都被人塗黑了。招牌被塗污，在場有雞蛋和塗黑的人跡。沒想過隔了幾天之後，警總又被人圍。這夜新增7宗全部都輸入，連續15日都是沒有本地。RMBF 冇乜嘢，我玩第三波嗰時啊，發現到有個人用 speed head， 不過佢打得好炸嘅，殺33/16。不過我見到佢嗰個資料咧，佢都係刺客。首先咧，咁我見到個 BQ 俾人扯到落單，之後忽然之間見到佢跑得好快。由 B 區跑去 D 區度，但係佢冇殺過人。然之後當我車扣到差唔多冇標嗰陣時，忽然之間撞死一個人。呢位184啲黐塔嚟，用緊 speed hill 喎。我首先殺咗佢4-5次，跟住咧有一次佢攞個火箭炮，佢炸爆咗我。我個小區城嗰個打車，佢即刻由 B 區衝過 A 區 ，A 區即係我喺 A 區啊，射我，跟住射我唔死喎。仲有一次嘅，當我翻去屋企整嗰陣時，忽然之間點解會中咗火箭炮？原來佢喺後面，佢攞支番薯卡喺入面射，跟住又走人，再射，仲有 speed head。佢啲番薯卡用曬之後。即刻睇到前面掟C4，不過我俾佢掟唔死嘅。佢最終臨尾完場嗰時已經走傷。又話我真係未聽過 speed head 都用得咁渣嘅，仲要係殺佢都受唔到，我話殺得你，可能我都係知睇嘅。今日下一步咧，又見到嗰個靚嗰個細路仔，嗰個幼稚嗰個，
但係今次我跑嘅時候，佢望緊，佢望緊後面，連佢阿媽都叫我唔到。我都想 cap 多段片，咁佢叫我唔到，叫我喺坐嗰度。之前玩 BF5 前幾天遇到一個人的名字叫星高星的 SINGLE SINGL， 是一個不爆你的37個死定，然後我看回他又說那個 account 裡面有私隱看不到，我心想一看到知應該 iWalker SG， 之前他的名字叫 English Hot， 今次他叫星高星的。我告訴你，就算你轉到私隱， 你就算改名字，我都會知道你是誰，不要以為改名字那麼蠢才行，你改名字人家都會知道你是誰。他基本都改了我這個名字，不過你改多少都是沒用的，是都知道你是誰。他的 iWalker HG， 即是他的 Single Singer， 即是 iWalker HG， Release 收了40多萬，認真唯一一個 Cheater 收了這麼多。那個部以後都看不到的、今早呢、7點多的時候未睡醒，外面有下大雨，今天走路聲吵死了，
跟住走咧。去買早餐，我同個店員講話，人哋拎走，但係俾咗糖食我。跟住我就兩杯，我就走翻佢，佢淨係走一杯啫。下晝去天池揾大家樂買飯，嗰陣我咪叫兩個送我粒飯，佢話得翻一個，咁我煮咗焗咗粒飯。但係咧，到我攞餐嗰時咧，佢又話有翻焗咗粒飯，唔係有翻送我粒飯，即係變翻兩個。送我粒飯咧，我諗起來大埔嗰啲。依家基本上都唔好夠膽食 KFC， 佢嗰啲鋪頭佢啲職員都 hea， 又唔知啲保證係點樣。我哋知道我唔知啊，我屋企人好似係食咗 KFC 之後即刻肚餓，但係對我嚟講就唔係啦，因為我係肚餓之，就因為我係。去食之前已經肚餓，腸胃炎添，成個禮拜都幾日。嗰陣，冇得食呢樣食嗰樣，淨可以食粥食包。